之后，不少人认为应尽速推动科技侦查合法化，有鉴于相关合法化的推动作业遭到卡关，法务部研拟订定专法《科技侦查法》，让科技侦查作为能尽早合法上路。以上新闻由王景编辑播报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港电台 FM98.3，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。台下的大人工拆船事业，怎么在跳船呢？健康料理，你那种撒点水，怎么了？我等下给你撒就好了。怎么了？要太多心外了。怎么了？健康空气，我被困成。